星电影情报站，院线电影佳片不断，题材多样，燃爆这个冬天。陈奕迅、李荣浩不当歌手，合伙拍喜剧。陈学冬瞒报荧屏，是以诈骗团伙不共戴天。更有英伦帕丁顿熊在掀温情狂潮。话不多说，赶紧瞧瞧本周院线电影的前三位。话题榜第三位，帕丁顿熊二。呆萌英伦小熊回归荧幕，携手家人酝酿甜蜜风暴。童话小熊化身史上最萌监狱特级大厨，为大家奉上最温情的甜品大餐。这个冬季，帕丁顿熊将克服重重困难，带领大家迎接新的挑战。另有本·威士肖、尼可基德曼、休伯内威利、莎莉·霍金斯等一众英伦大腕亲情加盟，萌哒哒小熊正温情来袭，还不快快张开怀抱迎接。话题榜第二位，巨额来电。陈学冬一改往日霸道总裁形象，首次挑战热血刑警，瞒报荧幕是与犯罪分子死磕到底。电信诈骗题材首登大荧幕，独家揭秘犯罪团伙诈骗套路，飞车追逐，电话追踪，枪战火拼应有尽有。更有张孝全、桂纶镁、蒋梦婕等一众帅哥美女齐加盟，让你体验肾上腺素狂飙的快感。12月8日，巨额来电邀您共赏。话题榜第一位，卧底巨星陈奕迅、李荣浩化身唱歌唱得最好的段子手，能捧能逗，携手进军喜剧电影界。李荣浩不当偶像变迷弟，疯狂追星情迷陈奕迅，更配合警方为偶像洗脱犯罪嫌疑，史上最敬业粉丝就此诞生。更有资深副导崔志佳为您揭秘娱乐圈各种潜规则。12月8日，卧底巨星等你来解救。本周网络大电影创新突破，精彩不断，众主创绞尽脑汁，让你大开脑洞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东北八蒜姐妹花集体穿越朝鲜王朝改历史，诈骗团伙黑吃黑，幕后黑手身份扑朔迷离。更有心灵战队拯救天下苍生，与外星种族展开终极对决。话不多说，速度点开网络大电影的前三位。话题榜第三位，《心灵传说之轮回》大危机，史上最强外星人种族入侵地球，地球子民岌岌可危。奇能异士为拯救天下苍生组成心灵战队，是与外星恶势力血战到底。身世诡秘的小红鹰究竟有何特别能力，竟引得各方势力齐争抢？心灵猎手寒冬能否护其周全，保地球子民安全？一切答案尽在《心灵传说之轮回》。话题榜第二位，《混蛋法则》，诈骗团伙上演黑吃黑，荣金分赃，各怀鬼胎，一场早已计划好的阴谋即将上演。一个团伙，两个老大，看似和睦，实则各有目的。神秘割喉人暗藏其中，引发团伙内部集体大危机。到底谁才是幕后真正 BOSS？《混蛋法则》将一一揭秘。话题榜第一位，欲宠娇妃，穿越又见穿越。东北八蒜姐妹花三人组遭遇车祸，集体穿越朝鲜王朝，上演了一场古代爱恨情仇宫斗戏。三人为回到现代绞尽脑汁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谁曾想却被卷进了一场更大的阴谋之中。东北姐妹花在朝鲜古王朝还会擦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？欲宠娇妃给你好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话题热搜榜内容，更多电影资讯请关注火星电影情报站。